来到悠悠迷你到让你猜你都猜不到不论动身体或动脑答对答案才最重要奇奇怪怪迷你国王爱热闹嘻嘻哈哈猜你当成爱耍宝答对就哈哈笑哈哈答错你猜怎么办才好QQ 买的好开心哈哈哈 ！Q 公主今天买了什么好吃好玩的 ？No No No！ 不能吃不能玩，今天买的是让我水当当、气质飘飘的衣服。Q 公主，啊，怎么了啦，爸比？Q 公主，你没有听到国王他哀怨的声音吗？他的意思是说啊，不要浪费，不要花钱，不要再买了。哦，知道了啦，国王爸比 ，sorry 哦，我会听话的。金鹤，金鹤。哇 ，Q 公主真的是越来越棒了耶！对呀、啊，小小兵，那我们一起给 Q 公主比个赞吧，一起来，赞！ Yeah! 来来来来来，客人看过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晚来买不到啊，你会很难过哦。掉到陷阱里的不是我们咪咪夜市最火红的柳丁叫卖哥吗？啊，所以他是在叫卖柳丁啊。哎呀，不止卖柳丁，只要你喜欢啊通通便宜卖。哎，不过你们要先卖我那个柠檬金钥匙，让我出去才行呢。便宜卖，我等一下通通都要买。哈哈 ，Q 公主啊，你忘了大家才刚刚给你一个赞呢。不要再乱买了啦。啊哈哈，不小心又忘记了。那我等一下看看就好啦，国王爸比，赶快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谢谢爸比。哇，插头，今天要猜的是一种要插电的电器用品。哈哈，电器！哎呀，那个柳丁叫卖哥啊，每次卖电器一下子就卖光光哎。这么厉害哟、哦！我跟你们说、哦，今天要拆的电器用品，它本来啊是冷冷的，但是插电之后就会变得热热的哦。插电之后会热热的，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对啊，小小兵，你们有想到哪些是热热的电器吗？烤箱、烤箱，很好哎，还有什么？电线。哦，还有什么？充电器。微波炉。不止热热的，还很烫。快想想答案到底是？是虾米？是虾米？家家有户上大大气，有信心保证没问题。哎呀，这种电器吼，我每次只要一卖啊，就卖光光了。啊，今天啊，你们是悠悠咪咪岛的观众，给你们打倍数。99就好，啊，赶快放我出去啊！特价99块，好便宜哦！柳丁叫卖哥啊，如果猜对了，我要买一台。那赶快来看看国王的第二个提示吧。谢谢国王。第二个提示是衣服跟裤子，意思是说这种电器是专门为衣服跟裤子设计的哟。没错，把它用在皱巴巴的衣服裤子上面，像这样躺过去，躺回来，平平顺顺，好整齐。躺衣服的电器，小小兵保证有答案。时间快到滴答滴，快快快想一想，时间快到滴答滴，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聪明的小小兵，答案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熨斗秀。答案是熨斗吗？请国王公布正确解答。可以把衣服裤子烫得很平顺的电器用品就是熨斗，恭喜你们答对喽！咪咪金钥匙 ，OK！ 我出来了，谢谢大家。小小兵。
既然你们表现这么棒的话，今天我不卖东西，送你们玩具，好不好？好，赚到了！猜谜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Happy 猜谜，秘密岛上什么乐意？胜利胜利，我们一起庆祝胜利，一起唱着进行曲，一起来卖熨斗喽！擦擦头啊，擦擦头，擦擦擦擦擦擦，喷喷水啊，喷喷水，喷喷水啊，喷喷水，烫衣服啊，烫衣服，烫衣服啊，烫衣服，秘密国王欢迎你！今天卖的通通不用钱。淋的湿哒哒，哗啦啦，哗啦啦，只想赶快回家，快想想办法躲到屋檐下。滴滴答，滴滴答，它一直爱说话。红绿灯眨呀眨，马路上黑压压，小车车来排队，亲亲爸爸爸。黄绿色小娃娃，我多么羡慕他。大街上开满了彩色玉兰花，愿望快点实现。
你刚刚有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吗？要记得哦，运动完之后要多补充水分，这样才会很健康哦。那下次再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咯，拜拜。大家好，我是天竺鼠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下订阅键，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也可以看这里。